你在遐住啦都？我哪有住啦？啊，不是一个拄拄好。我有安尼讲？你看，你看，你又搁袂记起啦？啊，唔管我拄只讲啥啦，你莫遐住啦就对啊。好啦，好啦。阿妈，我甲你抓帘，你挂破帘，安尼我无好抓呢，还是讲拔起来？嗯。喂，信用贷款哦，唔免啦，我唔免信用贷款，你才来啦，要业绩哦，你家己办办的就好，莫搁卡来啊。是安怎啦？电话一直亮。就是啊，一个要选举市调啦，啊一个要信用贷款的推销啦。哎，啊我破链嘞，破链收去倒。妈，你下来。妈，刚刚发现你要对付的人是谁？我哪会知影？阿妈哦，即摆记忆无稳定啊，啥物会记的，啥物袂记的，我抓袂准啊。啊，毋过就奇怪嘞，我若是要创伫阿妈的时阵，电话就卡来，已经连续两届啊，我都无相信哦，才拄好代志。一定是卡行啊，哪有可能啊？无你看，哦。来啦，饮茶啊！嗯。阿妈，你安尼无说你耶？什么我无说你啊？是你用我放手的啦！哎呦，规身骨全水啦！慢点，慢点，我给你支持两个代志啊！喂，你谁啊？要怎么假鬼假怪哦？是念经的声啊！听看，喂，切断了，切断！我管他是啥物人啊！安尼哦，你搁敲电话来，你若是有才调，来我面头前甲我阻挡啊！你甲电话线拔起，人就敲袂入来啊！无啦，妈，即摆哦，若是要联络代志哦。卡手机啊，较紧啊！你家用电话拢是来推销的啊，拔起来安尼较清新嘛。阿妈，是讲你今仔日爱食维他命的吼？时间到啊，爱食维他命。来，小姐，我摕维他命给你食。嗯。好。维他命。来。来，快点哦！你在创啥？你是坏假啥？妈吃维他命啦，你是咧紧张啥？维他命哪有安尼规摆互伊吃的啦？阿姨，我是摕一粒维他命给阿妈吃哦。阿妈唔知影是安怎把维他命当作糖啊，一盖吃一杯。我是要把伊饿出来，你莫误会哦。妈，是你家己饿袂食，还是伊欺负你？你甲我讲。我嘛唔知影。啊，我倒去，我最近吼一日哦，啊，代志拢会袂记的，啊，一日哦，搁想起来，我头壳愈来愈歹呢。啊，拄只到底发生啥物代志？我唔知影。啊，子怡，你莫遐生气啦。啊！昏笑，妈，这块钱你哪会当规罐维他命安尼互伊咧摕啦？哈？啊，个雪莉，你是用看护的身份带你来压家的呢？你是安怎讲阿妈的哈？要出代志是要安怎？我唔是有阻止，你头我明明都看到啊！你安尼骂我个夫人，什么意思啊？还是讲你存心要找空棒，把阮威业给赶出去？你有啥物资格这款态度跟我讲话？哦，我是问你啥物意思啦？你若是叫我吼要为业甲赶出去，嘛是会使啦。我甲你
做伙出去，因为这有命有分，会当留伫业界的人，敢福利尔啦。讲了真好诶，子英啊，怕到得要看输人呢。你应该袂轻轻彩彩就要甲雪莉赶出去啦，哈！你敢怕我？你敢骂狗干？你狗干有这款态度，狗会无你做干死哪样诶？干死我！你怕我？我干死！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上街上！阿妈，你先迈过去啊！等下你若是受伤，我搁来骂啦！笑啦！子英啊，谁出轨？谁出轨？啊！怎么动？怎么动？阿公啊，你无来阻挡，你当咩提油救火？你中辈是咧做的啊？你即摆甲我讲的即款态度，敢有甲我当作是时代哈？快拿拍到安尼，无起油，搁伫边看老咧？我看你嘛是挑工的嘛？我是要甲阿妈告的，莫害我过去的。妈，你哪会拍人？伊甲电话线救起来啦。啊，文顺若是卡来，我无接到要安怎？你要去倒？我头骨给阿妈拍一下，我现在腹肚在疼，我要去病院做检查，不能影响到我的囡仔。我嘛要去。子英，较早你若是在安尼拍分球，今日我叫大嫂的人就是你啊。较早的代志就莫阁讲啊，我现在等到烦恼妈，我感觉伊敢若小可严重安尼。是啊，所以咱好好甲照顾，绝对哦，袂当互任何人甲欺负啦。